莉莉觉得太糊啊？有一点点。艾莉觉得还好，宝宝觉得宝宝觉得太糊了。怎么办？妈妈觉得好，还是你们一人赏我一巴掌好了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小 S 要女儿赏她一巴掌，原因只因为煮的牛肉面太糊了。妈妈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太糊了，不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这个当妈的做的不对。大女儿莉莉看到小 S 的浮夸演技，无动于衷，继续吃面，超淡定的表情引起网友热议。小孩都习惯妈妈的戏码了，还有人写出他们内心的 OS。小孩表示吃个面而已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但其实小 S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女儿面前演戏。妈妈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问你，妈妈是什么？国际美颜吗？啊，国什么？国际美颜。徐老三都快睡着了，小 S 硬要他大声说出来。也可以，国际巨星、国际美人什么的都可以自己选择 ，OK？ 国际巨星 ，OK， 好，那你去睡吧。非得要徐老三夸完才肯让他去睡觉。小 S 在家里也想拥有巨星的感觉。女儿们有时配合，有时吐槽，母女间的相处真的让粉丝笑到喷泪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